我不是蕾，今天介绍烧肉，看这个吧台就知道很时尚，时尚必备，吧台灯光迷幻配乐，连上菜都是正妹型男。Hello， 你好，这是我们的和牛后切牛舌。Hello， 这个是北海道大干贝跟野生大草虾。这边为你们贵宾的话，那你们看一下我们乐野牛排的油花。 整块乐野牛推出来，后切一公分，再加个秘密武器。撒上金光耀眼的金箔，直接上烤盘。肉汁油光淋漓，一个翻面，火焰直冲上来，香气跟着往上窜。澳洲乐野牛烤到三分熟，剪开来，果然烤得粉嫩，没有油烟，没有热气，还有专人服务。老饕上盖肉。 因为它跟下面乐野新的口感吃起来不一样，那也只有台湾会将它称为老饕上盖肉。正妹型男边烤边介绍，客人只要等着吃好料。和牛后切牛舌好咯，周边服务完全不用自己动手。当然是趋向比较时尚，不像以前传统的日式居酒的感觉，那有餐厅的感觉，比较进来可以比较轻松的用餐。很多客人进来都觉得说，我们一开始在外面就觉得我们好像不是烧肉餐厅。 那进来很像lunch bar的感觉，那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设定，就是希望能够让客人有这样的不同的氛围。除了澳洲乐野牛、和牛牛舌、大尾草虾、超大颗鲜干贝，越新鲜越美味。草虾、剥虾壳盛盘上桌，不管上菜、桌边秀，直到美食放到眼前，时尚烧肉只要穿得美美，沉浸在悠闲气氛、迷幻音乐中。